那就打算坐这个公交车，然后去下一个地方。啊，这个显示的是181公交车。这边刚才在车的侧面，它贴着一个通知，说可以用 Clipper 付款。Clipper 就是旧金山这边坐地铁的这个公交卡，可以用 Clipper 付款，或者用 EZFare 付款的。那么有两个小时的免费的换乘的。我一直不太懂这个。以前我在其他的地铁站出站的时候，它有一个小的机器，按一下那个按钮之后呢，它就会吐出一张票了，上面写的什么免费换乘，那个票是免费吐出来的。后来我问那个地铁工作人员，他说的你买这个地铁票，这个票价里边就包含着这个地铁口换乘公交车的这个价钱。他这个公交车，哎呀，为什么他车在这儿停着的时候还这么咚咚咚咚咚让它运转的呢？这个挺不好的，这样的会非常污染环境。但他这个声音啊，我记得以前在美东那边读书的时候，在那边的一些客运站都有规定，如果车停着但是保持怠速运转的话，意思说这个停车如果还在启动着的，腾腾腾腾腾腾腾这样烧着油的话，会罚款什么2000美元吧，因为对空气会有很大的污染啊，对空气也污染，而且估计也浪费能源吧，浪费汽油吧，我估计应该是这个意思。他就是不鼓励车这样啊，没想到他这个车就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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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。那边好像是有一个流动的一个公共厕所吧。这边不知道是不是流动公厕所，一个塑料的这样的，好像是。这个公交车就是来回转，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。在这看书，一边走一边看书。这个人他的腿受伤了。我离这车远点吧，这个车，他这个太呛人了，这个车太呛人了。看他这个树叶出来了啊，春天到喽。看，嫩嫩嫩嫩的啊，这样的小叶芽出来了。这里是南弗雷蒙特，又叫 Warm Spring， 温暖的泉水或者温暖的春天。因为 Spring 这个词既可以指春天，也可以指泉水啊 ，Spring 啊。山上有这种云雾缭绕的感觉啊，这样可能可以了。可以了，他这个翻板翻出来了，翻板翻出来了，然后供这个残疾人先上车，估计大家都先等他吧啊，因为有一个坐轮椅的，还有拄拐杖的，可能先等着他们。哎，那个残疾人难道不需要坐翻板吗？这个司机在帮助那个残疾人固定座椅，把那个轮椅固定上。这个车上是一个广告，严重的伤害，打电话给有经验的律师，免费的咨询，什么什么18009的 Habit， 什么的，给合伙人啊，什么的 solution 啊，打动你的这些解决方案啊，你觉得这个律师能给你特别能够打动你的一个解决的方案。这个车上写着 Valley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山谷交通机构，这个车是干什么的？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先让这个
吧，啊，这台很好啊，大家不会跟他挤，因为他的腿受伤了，跟他现在说。那后边排队吧。这边上车还是不挤啊。我去刷这个卡就行。Oh, sorry, I did not have change. You can use clipper. Your card can. You have the clipper. Oh. 他想跟我换那个零钱，问我有没有十块钱的零钱，我说没有。其实也有，但是怎么说呢？因为我要用嘛，因为我这个之前是这样，就是在旧金山这边，有些是车双表卡，你只能付现金，并不是所有的车都是属于这个放货集团的，所以我今天实际是事先都已经准备了零钱。理解的，反正还没有钱，还是个梦。所以这也就是给这位老哥一个提醒，下次他要坐车。刚才好像那个司机不知道怎么给他解决的，他说他只有10美元吧，就是没有零钱。我刚才想用我的零钱给他换了，但是后来我也想观察一下那个司机怎么解决，后来好像司机帮他刷的卡吧，我忘了。司机也说没有零钱。